年青代表青春活力，代表勇于拼搏的精神。行业年青化正好为行业注入活力，建立一个积极向上崭新的形象。当前建造业持续发展蓬勃，求才若渴，但是面对人手短缺的问题。在建造业吸纳最多年青人的承建商，正好担当推动行业年青化的角色。承建商力求发掘有潜质的生力军，提供有系统性的在职培训，开拓多元化的发展机会，鼓励新生代投入建造业的大家庭。获奖的承建商绝对是成就建造业年青化的典范。